对，好几个大爷插了队。又是开心的一天。我现在在我平时经常遛弯的一个公园里，带你们过来听一下我的背景音乐。这整条走廊都是在唱戏的。但是我今天不是来遛弯的，我是来剪头发的。公园门口有一家总是有人在排队的理发路边摊，只要7块钱一次。您这边能理女头吧？你怎么剪？剪的少还是怎么样？能剪什么样呢？就是你喜欢剪什么样，你剪什么样的都能剪吗？烫发不行，剪来剪也可以。那我就放开了剪了，我正好想换一个新发型，感觉要赶紧回去排队了，不然都排不上号了。跟我一块去剪头吧。现在是上午10点，好像还有人在等。哎，大爷呢？那是吃饭去了是吗？他吃饭，行，那我等会儿吧。谢谢啊。你来这边剪过头吗？剪过。剪过。他怎么样剪？挺好的。人家是理发世家。是吗？他父亲、他哥哥、他姐姐，他都理发。那肯定没问题，我觉得。这个理发摊就建在那个居民楼的楼下，一个很窄的小走道。理发摊在这里。在这里，理发摊在这里。谁家做饭这么香呀？太香了。2 hours later， 都已经12点多了，大爷还没回来，我还是先吃个午饭再回来剪头吧。火烧、锅贴、稀饭、咸菜，哇，这碗粥真的还挺划算的。这里面有小米、绿豆和燕麦，才1.5块一碗。这个太撑了，下午剪头发时候一边打嗝一边剪。中午多吃点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消化了，消化了，消化了。我现在吃饱喝足回来排队了。大爷消失了这么久的真实原因竟然是这。2.8斤，我刚刚发现大爷这儿只收现金，所以我去换了个钱，好久没有摸过现金了。哎，还有，看来眼睛真的吧？也行，你得捡，你捡你捡吧，你也捡吗？你们都捡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哎呦，这个椅子还挺舒服的。现在突然刮大风了。快点看看天上这个落叶，这个天气剪头太浪漫了吧！哎呦，眼睛里、嘴里全是沙子，怎么数都在抖下去。改好了，改好了，终于改我了。不好剪是不是？要把这个盘子找到了。觉得还剪毛就差不多了，但是我看看是。没法子了，你看我大牛了，打得舒服。对，好几个大爷插了队，所以我现在只能在这种天气里边理发。你咋开的？你看见一个啊？太棒了，真的！您是理发有多长时间了？干了3个月不行，我姐夫不行，不理发。年轻的时候一直在理发。
蒸汽嘛，那不是山上蒸汽嘛，二十斤，它就那么大，二十斤，下乡，这个顶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知道。这个老人替你修了以后，啊，然后继位的感觉。这种天气加班感觉好神奇，好开心。这个发动起来的啊！你知道我这个头发的长度在现在多少钱？七块。不单说你发七块。嗯。你知道我这个发型在现在叫什么？叫什么发型吗？这个发型叫什么？现在是叫法，这是属于反正闲的。叫皮毛也行，叫以前叫皮毛，嗯，现在就不行了。现在我像我们那就是说落后了，你知道吧？以前的那套，对，那个小平头、小圆头、分头、削顶头、鱼顶头、三七开，现在没有了。现在就上地方店，红毛、白毛、蓝毛这一套，嗯，哎，就是没以前的老寿那套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失传了，没有了。这个都是过去理发用的，哎，这都是过去。现在是不是很多都不用？哎，对对对，这是打薄的。啊。这剪一，这是以前过去的，这是刀过刀的，这以前这刀过刀，他们你不大懂，他们老师傅说刀过刀都知道。理发老一套。刮胡子的吗？这个是？哎，对，刮胡子。都什么时候出来理发？我等于从八点就出来了，七点半。八点，一到几点啊？七点半到下午四点。每天都出来吗？每天都。周末也不休息，天天周末不休息，我们需要习惯。蛮辛苦的。还行，我觉得还可以，还要干点活儿。我感觉这么坐着，我的双下巴都怼出来了。抬一抬，你好，你好，抬一抬。这都不抬一抬。不用。哇，这个天又排上队了。哎呀，明天那个下雨天，我们就来了。顾客帮我打了三里。哦，我发现那个雨下得很大，就在那个地方，还有就上路上的屋里，雨的给我打了伞淋，树干嘛都来了，你爸怎么办？原来我不是最特别的那个，不干了。您这剪了四十多年头也不腻，天天剪。身体好好干干吧，你把它锻炼身体。这地方玩，还交流的，朋友呀还挺认识。那这样的朋友，老大爷都把伞都扛来，送茶叶的，送烟的。过去那时候。九年代的时候，那时候理发是叫关系户嘛，都不要钱。你给我办事，我给你办事。你现在人家不压都不说话，这么一几句倒好，都认识了。嗯，感觉这样真好。你上班的时候也很开心。对呀。哎，这不是像我们爱一行干一行，干一行爱一行，就是开开心心的，高高兴兴的度过一天，行了，心情健康康的，比什么都好。你这每天能赚多少钱？每天能剪多少个头？剪多少个人？剪了十个二十个，十个二十个的理发人，对吧？谁做七块一个的话，这一般不能说实话。七块的，七块的我收钱怎么办？不能说实话，是吧？不能说。哎，给你们的钱，给你们的钱，没有钱，有朋友跟说实在的，有朋友什么出去玩玩是吧？嗯。不用光去要钱，来光去要钱就光了，对不对？我说个大实话，是不是，妹子？对对对。广大男性同胞学人家，是不是以后生活经验？对，那不是要七块钱吗？没办法，你们七块不行，七块打仗还行，是不是？男朋友得让着，是不是？有什么事？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都这样的吗？这样也是女人，是吧？嗯。嗯。挺多。走到地下真的差不多了。挺舒服的，一般不露，一般不剪，完全露出的。好了，妹子，好了，不用拿钱了，不用拿钱，不拿，都做个纪念，到时候不用拿钱了。不拿钱，别让你老伴看见。不要钱，下下下下，你放着。不要钱，不要钱，你拿着吧。拿钱不要钱。你拿着吧。你们下次不来，我们下次不来。我怎么能白捡呀？这下雨天的。再等你三块，走三块。行行行，走钱。那给我什么办？谢谢你啊。嗯，谢谢。师傅，那我们走了。好，再见啊。谢谢你啊。好，下次还来捡。
我剪完头发天晴了，我以为今天剪完头我还要回家洗个头，就是头发茶也不用。哎，我觉得剪的真的很不错。哎，理发店剪一个头要小100块钱，就打100块的话，在路边师傅这儿剪头只要7块钱，100块钱就能剪，100块钱树上骑个猴，地上一个猴，100块钱，7块钱能剪14、15次头了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头剪得特别开心，是不是应该那种？啊，对，你看，反了。为什么不太时尚的感觉？从今天起，我就是时尚界的宠儿，不能还嘴，再见。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之前不是说我身上没有头发茬吗？结果我看一下，我身上没有我自己的头发茬，但是有我大爷的白头发茬。